等了这么久，又累又热，我看算了吧。我跟你说，我坚持不住了啊！我不行了。嘿，小伟，真有你的！ 你是想杀我呀，还是想杀我，还是想杀我呀？你瞧瞧你那裤子，怎么了？我告诉你啊，三胖，要想开荤，就得有点耐心。小美，小美，政委找你了。哎，知道了。走吧，三胖。哎，晚上闭着说，我尿裤子了啊，亲吃鱼。<笑>知道了，我不会告诉别人。 同志们，三胖他尿裤子啦！行了行了，走吧，走。同志们，三胖他尿裤子啦！你别喊，快点，三胖！哎，三胖，看着这么多年也没瞧见你热瘦啊！啊！我这吸收的好，你知道吗？ 报告政委，小美带到。嗯，站住！政委好。政委好，过来。哦。政委，手里面拿的什么？哪来的鱼？政委。 看您日夜操劳，今日艳阳高照，感觉颇热，想来怕是夏天即将到了，温度升高所致。私心想着，若是这几日再热下去，不如烈士也未给您补补滋养身心，将来对抗倭寇必将是极好的。倒也不负恩泽。行了，把鱼给三胖了。哦，你去拿点厨房给兄弟们做个汤。啊，好，政委。辛辛苦苦守了一早上，就这么拱手相让。你嘀嘀咕咕什么呢？ 政委，没什么，我是想着让三胖赶紧把鱼炖了，给您补补啊。行了行了，我叫你来是想跟你说点正事儿。我们的战争胜利了，小鬼子就要投降了。不过我们得到密报，这些鬼子们他们有一个专门研究生物细菌的团队，你听说过吧？虽然暂不国家的鬼子大部分都已经撤离了，但是这个团队驻扎得很隐蔽，还有几十个官兵在掩护他们。 这些人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十分效忠自己的国家。一个小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不知道他们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他们一定不会甘心做俘虏，或者是苟且偷生。重点是他们研究的生物细菌，他们会怎么样处理呢？会不会大面积扩散，伤及到无辜的百姓怎么办？据情报上说，他们驻扎的部队离我们非常的近，所以组织上决定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去找到这些小鬼子，和他们详细的驻扎地址，并把他们所研究的细菌武器彻底销毁。我一个人吗？你一个人行吗？燕子，你好。我能一个人去吗？ 你是想让我关你禁闭吗？我觉得两个人去挺好的，路上相互之间还有个照应，是吧，杰克？杰克，小美，同伴，保护你，两个人完成任务。嗯，你好。我很好，难道你不好吗？你可不要小看他，他可是来自美国的生物细菌专家。你别看他是黄头发蓝眼睛。 但是他在生化细菌这个领域里面可是屈指可数的专家呀。杰克负责销毁日本的生物细菌，你呢就好保护他。我还以为你给我派了个保镖，结果是个包袱。放肆！政委放心，保证不会掉链子。行了，你们赶紧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政委，慢走。从哪里来？
你到中国来到底是做什么？哦，忘了，你听不懂中文，只会说鸟语。Oh my god! Why Chinese girl like this? 你听得懂中文啊？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啊？还不快走，收拾东西走了。 今回君たちに伝えに来た我々大日本帝国は中国に投降する。何ですか？私たちの政治地、肩こんな地、大日本民主主義だ。ただの話しないだ。私たちは大日本帝国、ほじみさんち、どこだ、どこだし。 ああ、良いですね。もし、そうなれば、渡辺美子さんを、あなた方にお連れします。こちらは、渡辺美子さん。幼い時から、中国で。こんにちは。私、南地君にゃ。よろしく、はじめまして。あの会社の、渡辺美子さん。 Jack, here you are. Oh my God, what's wrong? Я бежал, ты остановилась, я остановился. Скер. Don't be afraid, guy. It's just a sauna, not a bomb. Can you speak English? Guy, we are just a friend.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Hey, Jack. Somebody call you. Hey, Jack! Oh my God! Jack! Jack, what's wrong, Jack? 救命啊！ Are you okay? 哎呀，救命啊！ Jack, what did you always do?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有人在追我。 在喊，大声咧咧的喊！别在，小胡咪就呐喊！你，花姑娘的干活。报告太君，花姑娘的干活在那边，我们正在接生。8个，别动。皇军，不是8个，是3个。 行了行了，走了。啊，他们走了，去哪儿了 ？What did you do just now? You don't know? Oh my God! 谢谢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我叫燕妮儿，我父母都被日本人打死了，我现在无地可去。要不你带着我吧，去哪儿都行。不行，多带你一个，多一个拖油瓶。 你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吗？多我一个也不多，对不对？是哦，但是我为什么要多带你一个呀？路
上多个人，多个照应嘛。你刚才救了我一命，一会儿我也可以给你挡子弹。不行。啊，对，我还有特长，我长得漂亮，我还可以给你当男人。不需要。我还有特长，洗衣做饭我不会，但生孩子我会呀。哎呀，行了，暂时答应你去吧。What's wrong with your eyes？ 死鬼，扶人家起来嘛。Jack, you hold the lamp. How about this your baggage? You take it up. Thank you, Jack. 饿了吧？吃点东西吧。英雄辛苦了。You are welcome. 我的脸脏了，我要去洗一下。英雄跟我一起去啊。Okay. Don't touch Liz. Take some water.OK， 走吧。你可真是个好人。嗯。英雄，你要去哪？不打已经，不打。你们要干什么去啊？来帮忙补给呗。嗯。大哥，去快点呗，天都快黑了，我们还要赶路呢。哥，来就来呗，还带着一阵风来啊！哥就是那么潇洒。你是几个意思啊？啊？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们就是打劫的吗？哎，钱全部拿出来。大哥，我好怕怕啊，大哥。大哥，我跟你走，你要的我都有。哎呦喂！带走，走。英雄，带走。啊！大哥，你把那女人放开。可以啊，只要你们把钱都拿出来，我就放了她。要钱是吧？没有。要命，也没有。是吧？色的话，你看他，你看他行不行 ？No。快点把钱拿出来，要不然的话，快点！大哥，您消消气儿，除了干粮，你都拿走。把钱拿出来，不拿是吧？好啊。哎，
还没死呢。妹子，你要挺住啊！我给你拿草药，好不好 ？It's terrible. Jack, you take care of her, okay? Okay. I will come back soon. Okay. Okay. Take care of her, okay? Okay.你喂我，杰克，我回来了，杰克。Chile and beat her. Okay.妹子，吃下去，怎么样？好了吗？是不是不好啊？要不我再去弄点草药。啊啊！不用了，不用了。好了，好了，不疼了。好了吗？嗯，好了。我看看好了没有。没事的话 ，Jack， 我们走，收拾东西。走啊，走啊。这是哪儿啊？我怎么睡着了？先生，这是我的茶摊。我睡了多长时间？先生，一小会儿。现在天色已晚，不如今天晚上在我这里休息，明天再赶路吧。不行不行，我得走。先生，来坐下来，慢点说。先生，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我男人死得早，我一个人孤苦无依，在这荒郊野地开茶摊，要是有什么日本鬼什么馆的来把我的茶摊掀了，我该怎么办？大姐，不好意思啊，我得赶路了。什么？大
姐，我很老吗？我老了吗？不不不，你不老，只是我们不合适。哪儿不合适啊？你看你这里有一颗痣，我这里也有颗痣，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缘分。不信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大姐，你有眼屎。讨厌。后会有期。什么？你后悔有妻子的？没关系的，只要你不嫌弃我，我给你做小的，心甘情愿的。大姐，你一定要坚持治疗，千万别放弃啊！哎，小哥别跑，我会在这里等你，待我长发及腰时，你要记得回来娶我。性格很不错。有土匪！壮士，壮士，有土匪来了！快把我们解开！快，土匪来抓我们了！快点！对吧？他跟我有姐姐一样的。不错，好，艳福不浅啊！要不红嘴唇的归你，港脸的，咋样？不过兄弟，你，你再说，再说，走，走。什么？也是秘密。讨厌了，那么小气，分享一下嘛。哎，我们不会去打鬼子吧？可是战争已经结束了，哪有鬼子好打啊？我们这次啊，是去打鬼子，但是这次的鬼子呢，比较特殊。啊，是吗？那太好了，我可以给我父母报仇了。鬼子藏在哪儿啊？我也不知道鬼子在哪，但是我知道鬼子离我们很近很近很近。你不会以为我是日本人吧？我可不是。你日本人？你要是日本人就好了，你还可以给我当翻译啊。是哦，开玩笑。哎，对了，你看树上那个人好像要跟着我们。哎，他不会看上我了吧？我又温柔又体贴又善良又美丽，没有男人会不喜欢我的哦。她是女的。不可能，我去问他，你等着。哎，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呀？你是日本人请来的逗兵吗？跟你说话呢。那你一直跟着我们，不会是看上我了吧？你一定是喜欢我。哎，你是男是女，是公是母，是雄是雌？是。啊！哎呀，吓死我了！
栗子树上长苹果，还真够帅的。我看他倒不像是坏人。Oh my God! No! No! 不会。跟我要找的人很像，黄头发，蓝眼睛。难道他就是那个什么夹克？如果不是假发的话，那应该就是了。哦，是。哦，你好，欢迎来到中国。I heard that China has a lot of people. Every nation is different. 你好，你叫夹克 ？Jack, Jack. My name is Jack. And you?终于找到你了，你好，我叫莫仁。Okay, wait a moment. 你喜欢吃耗子？我倒是听说你们外国人口味挺重的，但我还真是第一次见。那你们这个怎么吃啊？是烧着吃吗？是蒸着吃啊？那是油炸着吃吗？那是清炖着吃？哦，去哪儿啊，贾克？是你啊啊！你是谁啊？不许动他！我告诉你，我是他老大，他得听我的。这个夹克我照定了，你们不许动他一个汗毛。Oh my God! With Lois, with three girls. 这关你什么事啊？就是，哎呦喂，你对我还念念不忘呢，我可给过你机会的哦。姐，你就开枪吧，帮我解决了这段孽缘。我吓唬你呢，没子弹。早说啊，我也没子弹了。好，既然这样，那就来一场女人之间的较量。好啊 ，Jack， 接住。兄弟，我说过要罩着你的，来吧，来。Round one。加油！加油！加油！
Stop! We are friends. What? 什么 ？Why don't you tell me Ellie? Oh my God! 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锄禾日当午，女人是老虎。Just now, I found a dead mouse, which is dead of bacteria infection. You mean the biological bacteria of Japanese hav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out? Yes, you look, it said infericus expression. What is? Anyway, if we cannot arrive there in time, dead is likely to be a lot of people. Yes.This means what the study if biological bacteria and project this drops near us. Maybe around us. 不好，我们得赶紧出发，要不然的话，生物细菌会伤害到百姓，而且日本特务会赶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走吧。哎呀，你们在说什么呀？一句都听不懂。哎呀，不管了。反正你们不能丢下我。Hot. 你是不是对我有感觉了？我就知道。别着急嘛，你肯定会爱上我的。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赶紧收拾一下，我们出发吧，越快越好，走。狗。我鞋里进沙子了，你们先走啊。等等我呀。怎么走啊？哎，大哥，石墨山怎么走啊？啊，大哥，你说句话呗。还是我来问吧。大哥，石墨山怎么走啊？啊，不知道啊。站住！大哥，你是哪个村的？你只要说句话，我们就放你走。哎，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我哪知道是他呀？上回那一刀子还差点把我给杀了呢。是吗？你不认识他吗？我看你刚才还跟他说日语。日语？我不知道啊。什么叫日语啊？本当ですか？我真的不懂。妹子啊，你紧张什么呀？我逗你玩的呢啊。你看，你怀疑我，还有你，你们都怀疑我，都不相信我。行，既然咱们知道了他是日本人，那咱们就不能留着他。哇哦，妹子，你这脾气真爆！人家刚才说的可能是方言，你怎么真把人给杀了？
因为我恨日本人。好啦，消消气，我们走吧。走。你干嘛去？是啊，哎，你说他是不是变态啊？ What？ 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猪。你才是猪。嗯，你会说中文啊？ Don't be surprised. I can say only this one. 哎，啊，他说什么呀？他跟他说，你是妖，人妖的妖。你妹的小黄毛！等办完事情再跟你算账，先跟你说着。哎，你去哪儿啊？那怎么走啊？哎呀，怎么走啊？刚才也在考虑呢。刚才那个黑衣人是从那边过来的，那我们是不是要往那边走啊？啊，对，肯定是往那边走。你想啊，现在是特殊时期，鬼子肯定都集中在那个村子里。走吧。嗯，好，走吧。Stop。我们是不是来晚了？是不是已经转移了？他们会去哪儿呢？你们找谁呀？你看这个样子，人都早跑了嘛。你来找他们有什么事儿啊？你怎么知道是他们，而不是他？我就随便说说的嘛，你看这些东西也怎么着得有两个人。闫妮，昨晚我们睡觉的时候你去哪儿了？我嗓子怎么了？哦，没什么，我嗓子昨天晚上受凉了。哦，真讨厌。默人，嗯，我们得赶快找到鬼子的藏身之处。那他们要不在这儿的话能在哪儿呢？所以我们要到附近的村子里面去找找。他们不可能在村子里，太容易暴露了。我们不如先去其他地方看看，争取些时间。 Jeb， are you sure？ No， it's not the place where make biological bacteriaThis day I found the study bacteria has strong corrosive. Whether people or animal, after a week of location corrosion. But I summit someone fighting here. 这里危险，我们得给赶紧撤。快走！兄弟们！姐！
把这摆平之后，立刻去村子里灯下黑。前面有多少人？大概六个。好，叫警察把他们灭了。啊！不好意思。喂！高手，小姐你，你快回来、啊！你太不够意思了吧！进来！撤离！去看啊！啊！燕妮，你照顾好杰克。默然，你跟我上村子里去看看。走，不去。你走不走？我不去。哼！小心点儿啊！英雄。他们去村子里面干什么呀？你说日本人藏在哪儿？英雄，听说你知道怎么消灭这些细菌武器的方法，对不对？英雄，我美吗 ？Yes。那你想不想？Be silent, okay? I soon go. 没关系的，占有我吧，我愿意的。I soon go, lady. Do what you want. 英雄，吃点水果吧，休息一下。Thank goodness.Jack, eat it. Oh God, you can understand what I say? Don't tell anyone. I think just Xiao Mei can understand me, but she let me keep silent. I will forget my language. You know, I miss my family. Yeah, I know. Jack, eat.小妹，魔人 ，I'm here。扎克 ，Jack， are you okay？ Yeah。你们可回来了，刚才他想非礼我。啊 ？Oh， Jack， did you？ 扎克，你这口味也太重了吧 ？Jack， it's bad. The Japanese people is in a village. But.We cannot find them, and the villagers have been infected. They will die, so we have to find them as soon as possible. 你说完了吗？嗯哼。佳克，接下来是你的重头戏了。No, Deska. 什么情况啊？小豆子的，可你是个哈基豆子的。我靠！日本鬼子！你出人啊！他说人话你听不懂啊？他说的是人话吗？他说的是鸟语。哎 ，Go， Go。啊 ，Go， 走。哦。全速前进。
OK？ 我要去解决一下。什么事了？那些研究细菌的鬼子就藏在村子后面的破庙里，他们打了一个地洞，而且还有军队守卫。我撤退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而且还跟了一路。难不成他们是属老鼠的？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是燕妮，她有问题。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早就发现他有问题。那就去杀了他呀。不行，你不是说他们有军队吗？如果他一旦出事，就会打草惊蛇，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抱着一种鱼死网破的心态去残害老百姓。况且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那他跟着我们到底想干什么？我想他应该是盯上了杰克手上的生物细菌的研究成果，他应该是日本特务，我们应该在他得手之前销毁一切。不过也有可能。什么？他可能是真的喜欢上了你啊。我喜欢男人这多明显啊。真没看出来。靠，我跟你说，那些村子里的人特别奇怪，他们不说话也不干活，每天就站在那儿，好像在等着什么。好了，你们先走吧。走啊，走啊，慢点，哦，慢点。啊！既然都已经找到鬼子了，还留着他们干什么？小美和燕妮不会是一伙的吧？你的胳膊没事吧？没事，死不了。看地图吧。I can help you。什么？他是在跟我说话吗？是啊，他说要把你的胳膊给砍了。啊！我逗你呢，他说要帮你做包扎。哦，谢谢啊。哦，哎，谢谢啊。先看地图吧。Jack, let's look at this map. We are here now, and we will go to Shimura Mountain, but we are lost. I don't know which way should we go. 哎，你能说人话吗？我们迷路了。Maybe this way is right. You beat me. 看你们聊得挺起劲儿的。那个，刚跟老乡要了个苹果。你们先吃点儿。我去捡柴火，你们继续聊，继续聊。哎，
我的地图。哎，你去 страшного。 你说什么鸟语啊？别吃！你们看那把刀。竟然给我们下毒！默人，你照看好杰克，我去去就来。好。你说，他们俩会不会是一伙的？现在已经逃跑了。算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你能听懂我说话吗？你别怕，我保护你。迷路了？我们在那边等你呢。是啊，刚刚后面有一群人追我，吓死我了，我都分不清方向了。哦，是吗？那让我来保护你。我们走吧。我告诉你，有姐姐在，你什么都不用怕。我乃是长白山小美也。你哪来的长白山呢？闭嘴，我说着你听着，你听着我说着 ，OK， 走。你们总算是回来了，贾克他，贾克他被一群黑衣人抓走了，这也都怪我，我一定是被抓我的那群人给抓走的。给我松开！放心吧，贾克很安全。我凭什么相信你？你怀疑我？我连你爹妈都不信，我当然不会信你。杰克在哪里？我凭什么相信你啊？哎，你给我松开啊！石墨山有很多古墓，他们所说的货物，难道是？哎呀，糟了，有中计了！我的希望在此结束。モノコ、見つけ。想不想证明你是清白的？我本来就是清白的。哎，除非……嗯，行，我现在就去。哎，绳子还没给你解呢。哦，哎，我的枪呢？给，
醒了，这是哪儿啊？你是不是惊吓过度，突然晕过去了？从昨晚一直睡到现在。那几个日本人被我抓回来了，跑了两个，毙了两个。过去，把他们绑起来，严刑拷问。拷问什么？你笨啊！拷问他们，生化细菌在哪里？还有，如何控制生化细菌的扩散 ？Jack， 你说，我像不像女人？不像。你这么肯定，你活得不耐烦了。哎，啊，跑题了啊！你听不懂你说话。说的也是啊。你认识他们吗？我怎么会认识他们呢？他们是谁呀？渡边美子小姐，你认识吗？我没听说过，不知道。Kimiko san， いつけ。木人，你确定是我吗？燕妮，你确定要杀我吗？小美，你确定你有子弹吗？我确定我有子弹。木人，我确定我喜欢你。木人，你最不应该怀疑的是我。小美，我曾经救过你的命，你竟然……燕妮。跟他是不是一伙的？看在你喜欢我的份上，告诉我实话。要不这样，我们都是文明人，放下武器，用文明的方式来解决，怎么样？我同意。第一轮时装秀，从步伐和走姿来判断人格。好，我点赞。都是平手，接下来我们来第二轮，第二轮抢答。好啊，我先来，我先出题。上联是有钱任性，下联没钱认命。哼，太肤浅，我来出题，请听题。女人是水做，男人是泥做的，那墨人是什么做的？水泥。太机智了，居然知道。再听题。孔子曰：“上午不睡觉，下午就崩溃。”请问，孟子说：“
孟子说，孔子曰的对。啊，居然会抢答。好，你来出题。上联，明月几时有？抬头自己丑。横加观天象，便知有没有。不分高下呀。那就换一种决斗方式吧。我累了，我要休息会儿。可呀妈的，可快累，可快累，可快累，哎呀，我这有个苹果，要不要吃？那趁着吃，我们就进行第三轮比赛，模仿秀。好，我先来。摸摸，到你们了。我可没告诉你，我会参加。少点呀！对啊，我弃权。因为，不是。杰克，你评评理嘛！哎，你好单纯。别动。枪毙！霍奇乱来！走！站起！哈哈哈哈哈哈！啊，原来你是那天忘了吃药的那个神经病啊！是你呀、啊！带药了吗？我有带药了吗？今天，喂，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在打仗。哦，那你，八嘎！啊！哦，八嘎！喂，八嘎！八嘎！你把他放开！你别靠近，要不然我就杀了他。你们把枪放下，要不然我就把这瓶药扔进河里，到时候所有的村民和动物都会变异，所有的人都会变成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不死战士。把那袋娃娃接了，椅子给。嗨，米克萨，卡斯基蒂。嗯，你是不是日本人？干啥子没看到？回家吃晚饭。这帮骗子！某人，我问你最后一句话，你有没有喜欢过我？我是个女人，我不介意。我介意啊！那你就慢慢介意，反正已经晚了。为什么呢？嗯，哼，因为待会儿你们都得死。蠢的，解药我早就已经吃了。杀了你！一会儿用枪。我妈妈说的，枪比刀快。The biological bacteria has been developed. Chinese people is simple. Japanese people the stone control village. Just now.They get the sample. We will die, Jack. She must give us the points. 喂，你们俩在说什么？快救命啊！你干的是什么去了？
我是猴子派来的救兵，祝你们完成任务。你这样的智商，组织怎么会派你来啊？你还想要不要解药了？我错了，快救我！我承受了我这个年龄所该承受的机智和勇敢。这句台词好经典啊！快救兵！你们快解开我呀！我身上有药啊！姐，快快快！你真的带药了？啊，肯定带药啊！在哪？快给我！那我们这次总算完成任务了。不要笨，贝塔，走了。啊，那就说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没有关系，他带走的是一个剂量的标本，还有收集菌的公式。啊？你到底是谁啊？你猜。哎，你快等等！哎，你还有药吗？嗨！喂 ，Jack！ 喂，没药了，没药！你到底会不会说中文啊？我是来自日本的渡边美子小姐，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朋友，这是我们的主任缺心眼子，这个呢是我们的科员二傻蛋子。接下来我们一起为大家演唱一首非常著名的高大上的歌曲，来开始。我们村里呀俩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晨跟着他们到池塘里，小鸭子向着我嘎嘎嘎地叫。哎，大家好，我是演员侯辉辉，在《生化危机战》中扮演一个神秘的人物。你想知道我扮演的谁吗？对，还是我自己。大家好，我叫马克思。你猜猜，我在电影里面好人还是坏人？嗨，大家好，我们在拍《生化危机》，我在《生化危机》中饰演莫人。莫人他是一直都在树上。
那他为什么要在树上呢？请大家多多支持《生化危机》。柱子，他们还要录 OS 的声音呢。我知道。开始。哦哦，回去录嘛。开始。大家好，我是包美美，希望大家观看《生化危机》站，谢谢。